你觉得都有哪些关键点呢？我们看到边路有多次教科书般的配合，进而创造出了大量的进攻机会，这让对手难以招架。应该说他们的边路进攻非常出色。 我想说的另一点是，这场比赛的胜利应该归功于两翼的进攻，他们在边路攻势不断，而且势如破竹。现在我们即将进入尾声，非常荣幸啊，能够跟苗坤一起来解说。哪里，我更要感谢涛哥。 We'll be right back.
好的，我们正式为您来转播这场比赛。热刺对阵门兴格拉德巴赫，门兴格拉德巴赫首回合的胜利让他们信心满满，考虑到现在的优势，他们的一只脚已经踏进决赛了，想要阻止他们除非上演大逆转啊。尼西涅脚下动作真快啊，抢得头球，可惜打门没能吃正步啊。刚才漂亮的带球突破促成了这次攻门，显然边路采用的站位防守是行不通的，他们这次非常的幸运，否则比分早就改写了。
没有穿透力的传球，还有足够的空间来处理球，跳起头球，方向没有打正。托特纳姆有几名球员早早的在禁区内等待，但是他们却没能创造出任何的机会，太浪费了。没人能猜透他的意图，没有打进。他们有无数次机会可以杀死比赛，但却一次又一次将机会浪费掉。也许不会影响结局，但不怕一万，只怕万一呀。托特纳姆可以换人了，比赛暂停了。换下的球员有点值得同情啊，我觉得他是替球队背了锅，不过呢也确实应该有所行动，我才做这些换人调整是对的。头球很出色的抢到了第一点，但是没能破门。哇，他们几乎倾巢而出，禁区内已经聚集了多名球员，每个人都处于攻击模式。因西涅做出直塞，凯恩被侵犯了，情绪正在升温，裁判需要控制一下。埃里克森采取了战术角球，寻找中场时打一脚，这脚射门距离进球只差了那么一点点。到此为止，球在凯恩脚下，这是个明显的犯规，任意球。他很清楚结果，一张黄牌。有些球员总是低估一个犯规能给比赛走向带来的影响，对，说的就是这种总能惹出不必要麻烦的球员。漂亮的扑救，太精彩了。这肯定不是他想要的传球效果。中场哨响起来了，门兴格拉德巴赫进入到了决赛，他们信心十足，胜利就在前方，最后的决战之日即将到来。在90分钟的较量之后呢，苗指导，你对比赛有什么样的评价吗？他们发挥了水平，配得上进入决赛。当双方都很紧张的时候，比赛就充满了不确定性，但是他们挺了过来，